want you all to myself. Tie me down。我前面六幺八买的很多东西都到了，有帽子啊、项链啊、包啊，还有一堆衣服。对，然后我们就来看吧。我就想今天舒适一点、随意一点，就穿了一个像睡衣一样的。这个有四点可以分享，一个是这个纯黑的，它上面就是 Thank you for watching， 就是我们视频最后都会谢谢观看。它是纯黑色，然后上面配的红色的刺绣嘛，里面的包的这个部分用的是个撞色，就很好看这个细节。然后它的帽子都是这种比较薄的材质的，硬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随处来带去。然后这个就是你敢随便放也能保持它的形状就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深紫色的，很亮的紫的话你就适配度会比较低一点，像这个你搭一个纯黑的 T 恤它就可以用上了。然后上面的 OK 是黑色的一个刺绣的部分，我很喜欢这种迷彩的，就可以搭在一些破破烂烂的 T 恤上，或者黑色 T 恤里面。这个迷彩是这种水洗的很旧旧的质地的，这个非常彩，是一个亮蓝色的，上面是一个可爱的小狗的刺绣，汪汪。这种你可以搭彩色的对撞，就现在很流行多巴胺的穿搭里面，也可以就是搭简单的白 T 就可以用上它了。然后是项链，我很喜欢这种很独特造型，就是一看就能看到它的，很怕它就不太能接受，所以我其实分享的不多，是我之前代购的。它的整个系列就是这种珠子当绳子串在一起的嘛，就是各种形状的造型会镶钻，像这个是钥匙的金色的钥匙，上面细细的小钻，一会儿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然后同一个系列还有另外一个，它是黑色的珠子，上面是一个金色的星星。小朋友们买这个玩具，什么公主啊或者王子啊，扮的玩具上面的东西，像我现在这种中长发的话，你夏天可变化不多，我又喜欢一些很有冲击力的造型的时候，就戴这种就非常的适合。还到的呢，还等了一段时间，是木可的。然后这个是他们新的系列星空，它就很像你夜晚走在森林、小公园啊，或者什么河边，绿星星们洒在河面的感觉。然后看到它的详情上面，它的设计师真的是这个理念。他说他是露营的时候半夜走出来看到那个美景，就很像他女儿的打翻了的闪粉盘。这种银色部分是925银，他们家的特色就是会把玉石和这种潮流东西做结合嘛。最大的星星上面是一个黑色的，它是墨翠的嘛，有这个鉴定证书。上面写的是翡翠 A 货，质量是 36.51， 肉眼观察玻璃光泽。然后上面还有什么审核员啊、鉴定员什么的，搭在一个简单 look 上面就会让你看起来非常的贵。然后另外一家我是买了好几个，所以他还送了一个比较大的盒，每一条项链都会送一个加长链。考虑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有买到几家的项链就是非常的紧，我有买几条，但是呢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月光石，很像博仔糕那种灰啾啾的，长长短短结合在一起，然后中间是合金连接在一起的部分。有的时候你觉得银色金色都不能适配今天 look 的时候，你就可以带这种小石头的。然后这种银色链条也特别多，像这个就非常便宜，就你不能追求它的质感，你就是带一个样子，它就很像五合金里面的那种环儿，根据自己的长短你可以下掉几个，你可以增长，这样刚好戴在你那个黑 T 的边缘，就非常的时髦，太刚的，然后有一定的重量。另外这个我给它取名叫风心锁爱链，在我的购物车躺了很久，那天我凑单就把它买了。它是本来有一个这样的铁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是一个素链，通勤度会比较高，挂件是有3-2的，接在中间之后呢它就会显得更加的抓马。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这个锁是真的是需要钥匙去开的，就是你要有找到一个对的钥匙才能打开我的心，然后这个就不对，它就是两把，插对了之后你才能打开这个心。关于这几个包也不是特别多，我就一下子都说了吧。先是这个 Enjoy Life 的，一般想要买这种黑皮包的时候我都会他们家看一看，我有几个是我用了好多年的，我觉得还挺好的。他们家的质地都是这种牛坡层，里面牌子会写的牛坡层移摩革的，是软皮吐司包。我前面买都已经下架了，我就想说买一点新的，好用也可以跟你们分享。你可以斜挎的这种，我觉得有的衬衫什么的上面就可以用到它，木材在里面，所以它形状撑得很好。拿掉了它之后，它其实就会扁掉了。像这个牌子，它就是做非常
户外的，类似适合骑行的时候用的。但特色就是它会做一些很亮丽的颜色，像这个呢，它就长得很像那个如意锦囊的感觉，你可以搭在一些 T 恤里面，亮亮亮亮的，就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然后装一点小东西嘛，牌子里面说它这个容量很大，可以装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这种小包你不要对它抱有太大的期望，装东西多的话你整个就会变成这样啊。我就觉得这个实用度更高一点，外面是这种斜纹布的，就是防水的这种材质，卡扣打开，然后里面有一个收缩的，这样子收住你里面的东西就可以放牢，你运动啊户外啊都可以很适合背。我就喜欢包一定要大，这样子就很安心，你可以装很多东西出门的这种。加上一个 U 型扣，它就是推拉会比较方便，这个紫你就搭一些白 T 就非常好看了。 Fig Room 的这个包我很生我自己的气，我当时在这款和另外一款之间选，另外一个就是我有过类似的像一个文件包的那种厚厚的，像沙滩踩一点，我就选了这个，但它不是皮的，它这个是牛仔覆膜的，有点像我们的谁皮带的感觉。虽然它很疯狂的蹂躏它都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袋子，不像一个包。我想的是那个吸引我的部分就是它会配套有一个领夹领子，这样搭上你看，哎，颜值上还是好看的啊，因为它的价格不低，然后又让我买个不是皮的，我的心里多少就会打小鼓。喜欢那个韩国的牌子，他家有旗舰店，应该是真的吧，那个旗舰店买了好多，大概等半个月左右吧。有一个绿色的，在另外一期穿搭里面大家能看到，机能比较小的，其实你装不了什么东西啊，是防水的材质，比较柔软比较轻，里面还有这种海绵垫的。但是他们有一个系列里面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单品了，是 Neversense 出的，有点像包袱包裹的，它非常的扁平，里面不能装什么东西，就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给你的 T 恤带来一些花样，你可以这样子背，嗯，可以这样子斜挎背。你要背对了，背反了的话，就会中间空一大块，分离的作用就不太贴啊。这样子背是可以贴合的。麂皮的材质有几个颜色，我选的是这种灰灰的。下面知道了，花花绿绿的衣服时间，它非常轻薄，用纱麻材质的 Aloha Shirt， 它就很像落叶的颜色，介于卡其色、军绿色之间的，上面就像那种墨水这种点彩在上面，单独领子做这个颜色。如果它全部是这个，花花的印花的颜色的话，我就不爱了。也搭一些休闲的短裤啊，或者一些牛仔裤，非常的好看。上上期什么时候，然后大家有提到防晒服，我也有买类似的，像这个它就是可以拆卸的嘛，一个短袖。搭了一个这种防晒服的，像这种袖子的，然后我非常喜欢那个男团，他们最近回归里面首出舞台打歌的时候就穿类似的，然后里面搭一个背心，我也试了一下，但我发现诶，我穿的好像有点丑，背后是网眼的，它就尽可能的给你减少了它你的布料的含量，它有专门去针对就防晒，它的面料是有防晒指数的，而且摸在手上是非常的清凉很凉爽的材质，但它还是热的，咱们就说清楚。我觉得你普通的时候你就搭一个灰色的那种户外运动一点的那种材质的长裤就 OK 了，然后你如果想搭的更完整一点，就可以搭短裤，背双肩包，就咱们就是真的是有一点户外露营的风格穿出门的，其实那种造型感也挺好看的。而是户外卖的新款，它的这一款的 T 恤用的是280克重比较厚实的，但我喜欢它整个的质地，它是用了一个桃红色，但是水洗了旧的感觉，然后这个印花我搞不懂它什么东西，它感觉像是一个古代的图腾，又有一点像一个人的眼睛什么的，就很猎奇的，就这种看不懂的东西呢，就会让你觉得，哎，好像挺厉害的。这样胜在就是颜色让我觉得眼前一亮，就我给它取名叫小桃红。搭浅色的牛仔裤就非常的好看了。这件非常酷的 T 恤，印花是一个蜘蛛，有没有？烟灰色的打底，做了水洗的，然后他们家的面料就非常非常的轻薄，它不会有很留下很皱的痕迹，所以这一点非常好。但穿个牛仔裤，穿得很颓废的感觉，就能把它穿得很好看。然后他家的领口是这种比较偏大的，整个上身就会觉得，夏天好像奈我何的感觉。嗯，大概都
하루가 지나갔는지 我夏天很喜欢买一些灰溜溜的长裤，都是这种滑稽滑稽尼龙材质的，就是可以运动穿。然后这条呢，它好优势的地方是它可以拆卸。去健身房的时候呢，我需要坐地铁干嘛的时候，我就希望我及时穿长裤，我不想穿短裤。健身的时候呢，我就把它下半截拆开，就是短裤了。这样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你就运动会方便很多嘛。轻薄的这种尼龙材质，上半截这一块是有这种网眼的，它搭白 T、黑 T、灰色都 OK， 但搭一些很跳的亮色好像不太行。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喜欢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有点小短款的衬衫，但在胸前加了两个小椰林的刺绣，感觉就是清纯中又带了一点潮味。那面料是用的这种普通的衬衫的棉布的，然后非常的轻薄，略微还是有点透的，所以你里面需要做一个打底的，特别是女生啊。那在这个后面是他们的品牌的这个标，但我之前有一件，我觉得他们这个标缝的有的时候容易掉的，这种白色系的我一般会考虑这种清浅的牛仔或者纯黑色的单品去搭，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比较安全的，你也不需要再更多的单品去混合它就能把它穿得好看。But it's sticking fast. But right now, right now. 在五颜六色那期里面搭那个绿衬衫的，不是用了一条中裤牛仔的嘛？然后他们家之前下架，现在又上架了。然后那条我刚好穿了，我把它洗了。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接纳的。然后今年这种中裤它不是有两个类型嘛？一个是这种喇叭一点的，一个就是这种偏工装日系感的这种。它是这种褐黑色的质地，中等的厚度，是有口袋，还有个侧插袋，是做了一个隐形的，前面这一块做了稍微的收褶去压了，这个形状好好看，略微有一点往里收的感觉。方向就搭普通的 T 恤穿上它就感觉很日系了。然后还有个方向就是你把它穿得很亚，你用一些长袖衬衫啊什么的背心去搭它。这件是牛仔短袖衬衫，和白色那其实版型非常的像，就是把牛仔的外套做成了个短袖衬衫，然后用了非常柔软的很适合夏天的面料去做，做了一些不规则的深浅的水洗，本身就有丰富的细节，你看前面的分割线都有了，然后这一类的你就要简洁的去穿它，按我们今年的这种Clean Fit 的思路去走，你可以搭一个喇叭裤，多加一些小的配饰就能把它穿得非常的好看了。推出很久了，然后我前段时间看到别人穿，觉得哎还挺好看的，我就买了，正好凑单就用上它了，又比我想象中的可以驾驭，就是做了一个弧形的拼接，然后连在了领子这一块，就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这种就是穿上身舒服，但是略微会有点皱。字母这个部分它用的是这种半立体的胶印，这样粘在上面的。其实已经很久都不算六幺八了，它是这种可爱的公仔，小熊、小羊在一起这类的，我就会搭一些很漂亮、很多巴胺的长裤去搭它，让你整个沉醉在这种很亮丽、很轻快的颜色中，然后它整个非常的宽大、很宽松。Where should I go?类似这种球服的款式今年不是也还是有特别多的嘛，大家可以去尝试，然后有很多它是因为它是这种插肩，然后领口这个都会比较紧，然后上身会显得我头大，所以我买了很多但没有展示，然后这一件呢它做的很大，上身反而会觉得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可以分享给你们。因为非常的长，所以你可以做的变化不大，我觉得最最最适合的方式就是搭一个黑色长裤穿它，就厚一点的鞋子就 OK 了。If I had a time machine, I'd fix things that I don't need to fix. I worry right over my story.
我今天还刷到他们家新出的鞋，哇，这个鞋底是我所有这种类型鞋里面最软的，所以要跟你们分享一下。然后整个鞋底的增高效果真的非常的好，希望我分享这些东西呢可以给你们带来灵感，有你们喜欢的单品，喜欢你们的就一键三连，这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拜，祝大家生活愉快，拜拜拜拜。